哎，你们知道几个人吗？不知道。嗨，Hello，哎，这个好像不只是一个女生哎，Hello，有点，你要站起来一下，欢迎光临，女神，欢迎光临。Hello， 大家好，我叫童佳音，你们可以叫我嘎嘎。然后呢，我非常非常会带气氛、带节奏，可以很快速的跟大家成为朋友。叫我小钟就好。小钟，对，小钟，小钟应该比我小。对，小钟他很年轻，但是他是老艺术家。老艺术家。我叫杨璐，是一个30岁的中年的胖子。要不要搬个凳子一起坐呀？没事。我叫刘也行，从本科到博士呢，都学生命科学，在清华大学，现在是一名风险投资的从业者，就是高学历人才。你们互相都认识吗？不认识。这个是迪迪，迪迪吧。我叫夏浩然，然后刚刚参加完高考。还有一对，哎，这对来了。你好，哇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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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大家好。Hello， 帅哥美女，狗粮开始撒起。我叫杨宇凡，我是一个自媒体从事者。我是胡胜，一档法制节目的主持人。帅哥美女，我是你们的全程导游，全程印度导游。所以你是印度人？对，我是印度人。啊，那我把大家给分一些文件。好的。这是印度的行程档，第一个城市去德里，然后去阿格拉看泰姬陵，还会去泽布尔看很多印度的古城堡。在瓦拉纳西就可以看到恒河，最后我们会到孟买，会看到孟买门，还有一些其他景点。我们拿行李放车上出发。明天咱们会去红堡吗？好像会。打扫卫生，我螨虫过敏，尘螨过敏。我妈有洁癖，然后就是跟我妈学的。不管是我觉得再好的酒店，我都会再去擦一遍，然后换上自己的床单被罩，这样子我觉得会更有家的感觉。你让我自己舒服点嘛。没事，我帮你拿。没事，你弄，我帮你搞。哇，那你这个睡前工作还得很久。我其实就擦一擦就好了。我以为他就是说螨虫过敏，他把床那边那个一下就好了。后来看他，就是好像工程越来越浩大了，桌子全部擦了一遍，地板全部擦了一遍。然后我就觉得不行，他这样一个人擦就是擦不完。那我还是来帮你吧。没关系。那你那个床单被套要换一下。对，要换。我还是帮你换一下吧。没事，我来换吧。他好像很不想要因为他个人的原因麻烦我，然后我们可能互相就是有点小心的在那边互相就是谦让啊或者什么的。还有什么事情要做的吗？没什么了，就擦一遍就好了。我来擦。你现在要擦过来了。过来擦吧。我感觉你已经擦不动了，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加入了他，我就把厕所啊什么都也擦了。你如果很晚睡这样的话是很难的。大姐后来也过来加入我的行列，我们俩一起擦。可以的，我觉得可以的。宾馆请的阿姨可能都没你这么勤快。嘎姐她真的特别可爱，我觉得我们现在相处得很好，整个12天相处下来也不会有问题的，只会更好。床单被罩我应该带一个枕套的。可以，比如说你睡衣啊，舒服一点的那种，放在枕头上面。对，我就只能这样了。哇，这个地拖完感觉舒服多了，真的，世界都不一样。这个床太小了，我都不敢动。有点困了，我们要睡觉了。好，行，希望明天我们不会吵架。好，快睡，晚安。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哦哦，要不给你放点歌，嗨一点。
那就除夕的小腿细，它不是细了，是没有了。哎，那人家自律嘛，每天锻炼身体啥的，那肯定是。那你意思我不自律，所以我胖了吗？穿什么？对啊，穿什么？我先把拍照打出来了。哇！然后这样我就可以每天，我就不用去花钱。那你知道怎么找吗？我知道怎么找。这么一看，我真是太乱了，我完全不知道去哪里翻。我也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特别的粗糙，对，我觉得跟他很不一样。送给你。然后还有这个你买了吗？防蛆。你知道吗？他给我编了辫子，你知道吗？我有多开心，你多激动。这是他编的，这是他做的发型。然后我拿卷棒给你一熟。哦。好好看了，怎么办？觉得自己美爆了，真的很开心，真的很开心。一开始还觉得就是大家好，我是小钟，小钟，小钟就可以了，就是还是会有点距离。但是我发现昨天晚上之后，就发现他不是这样子的人，尤其今天早上还给我扎了辫子。那个大姐今天明显洋气了很多，说我昨天土了。客厅注意，现在呢，我们是要去老德里去看红宝。哇，我看我们的队伍，哇，浩浩荡荡，一大批。这里的交通工具都很多。Hi, nice to meet you。最多的就是这种三轮车。加公路自行车。在我们这边是会叫做 auto。auto。Namaste。Namaste。还是蛮魔幻的啊。风景环境好好啊。对，这边的树都是100多年的啊，而且它的颜色很鲜很亮。哎，太阳好像有点出来了。旁边突突车上坐的小孩儿，那小孩儿就看着你，你看他那个眼神，其实你那刻也是呆的，不同国度的人，但是你俩眼神就在猜彼此在想什么，那种很有意思，我觉得。什么情况？和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他们的总理要走这条路过来，所以我们得让一下。稍等一下，那个路被封掉了，一堆的总理过来。我们跟总理打个照面。哦，可以看得到吗？不知道。好，那我们稍等一下。饿了，你回头。哇！所有人都在看你，干姐。天哪！我要红了，我可能在印度红了，没有在宝莱坞红了。哎，你是不是每天都要面对这种感觉？现在我感觉有点害怕。没有，有点慌，你知道吗？没有。要不我们先下车吧，围着人太多，别人会很危险。我们进去里面等吧。下车吧。印度的老百姓对明星这些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如果有一个明星来，不管是大的或者是小的明星，大家都会一圈的来把他围起来的，然后跟他拍照或者要签字这些东西。所以印度的明星一般都不会走到公共的地方。आंखें खुली हो या हो बंद我们现在在德里红宝的正门，它整个方位要3个平方公里多，跟中国来比的话，就可以说是中国的故宫。对，在印度同一个地位。
把它叫跑了。奔跑的松鼠，呜，我们跟它比赛呀、啊！哇，你看买印度小吃的鹿。看这印度最出名小吃之一，这是什么 ？Samosa。Samosa。对，它是用那个棉饼里面放土豆，然后油炸的。炸三角。Can I try one? Thank you. 啊，不会特别咸，然后很香脆。嗯，蛮喜欢那个挺好吃的。弟弟，这好吃，这好吃。是吗？嗯。这是印度算最出名的点心，最出名的点心哦，就是好喝吗？正常偏一点点怪味的啊、哦，吃下去的时候就感觉吃了一堆。的味道，你可以尝尝，真的还可以。这它回味有一点发酵的那种怪味。真的吗？发酵的怪味，他还敢吃？我想尝试要咽下去的那一刻，我有不适感，就是那个味道太奇妙了，可能我一下习惯不过来，所以我不太行。这是印度的槟榔，有 fire 的。fire， 我觉得是把那个火送去嘴巴里面直接吃。哇！谁是爷们儿，谁就去。哇，这个大姐，我佩服你。我有点紧张 ，nervous。大姐，但赶紧去大姐，你好有勇气啊！我的眼睛有点眼泪，风油精的味道，风油精的味道，打嗝都是那个槟榔味，但是到晚饭的时候一直打嗝，还是那个槟榔味。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印度的传统风格的游乐场，这是什么原理啊？我吓到了，我这是游乐场。怎么是这个样子？想一想，还是一个奇观啊！如果把印度比作中国啊，这就是等于说在天安门旁边啊开了一个游乐场、啊，还是一个土味的游乐场，这在国内是不太可以想象的。他们那个螺丝啊也不是很紧，刹车的时候有咔咔咔咔的声音，就感觉很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会有危险。待会儿你敢去吗？我今天真的没有担心这个问题。就那个吗？走，拿个海盗船。我要去。啊！不行，我不能坐那个，太高了，老公，我走了。所谓的摩天轮根本就不是摩天轮，它那个就是，那根本就是跳楼机吧？我觉得。它这个不仅有脚速度这个旋转运动啊，它还有一个简谐运动。怕啥？死不了。比过山车这架好多了，真的，这个不会倒过来。我们感觉就分了两拨人，一拨人就啊我去，一拨人就啊我怕高，我恐高。We take this one， 来吧。哦，你小心上面吗？你要坐不上吗？他不敢上吧？来啊，你坐这边来。来来来，没事没事。你是怕吗？你真的怕？他没有门，所以一定要自己这样死死的抓好。暂时还没有什么感觉。对，没有感觉。哎，怎么这么高？好像还好哎，没有
什么感觉？没有感觉。天哪，我们这个对我们太小儿科了，我们要去做激烈一点的。哦。你太帅了，一点都不梦幻。我小时候其实去游乐场的次数不多，但是我一直很喜欢。我觉得游乐场是一个很梦幻的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暂时忘掉一些烦恼的一个地方。吃了一脸的灰回来，主要是我特别容易过敏，它那个风刮的那个土都会起来，刮的你一脸的土，但是你根本就不会再去 care 这些东西，你会觉得就被那个土刮一下你的脸，你都会觉得好开心。海盗船 ，yes， 我要站排头 ，yes。去那边，走。别那。Where from？ 大理。And you're from？ China。Nice to meet you。Nice to meet you。闭眼睛，因为我这快吓哭了，就晃晃晃晃，好快好快，我的天妈！那一刻我被他们感染了，我想跟着他们一起叫，我就是我也不管，我就是好想叫，觉得他们叫的好开心。像国内游乐场都是小孩子去的，但是这次的话，我发现都是大人，都是年轻人，就是。他们满足的方式就是跟我们一样，他们喊出来那种快乐的感觉比我们要更加深层次一点。我觉得印度的人们他们的满足感很高，我觉得很容易满足，幸福感真的每个人都是笑脸，好开心哦。今天看到的景象是能触动我的，虽然我没有太怎么跟当地的人们去讲话或者有过多的交流，但是每个人的眼神我觉得他们都很可爱，很努力，很执着，很单纯，我在他们的眼神都看到了这种情绪。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生活的那种美好是特别的打动人的。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啊？去火焰里吧。这里就是火焰里发，可以闻到那个味道。反正印度男人基本上都有会有一个特别的发型，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特别的发型。哇，这个小哥好帅啊，嘎姐。是啊，考虑一下。他真的很帅。对，你问问他是不是单身？你们真的把我认为是都通吃的是吗？不是，我其实可以啊。看一下，看一下喽，看一下了。来，喷火了。One two three。哇！
验理发，我就跟看表演一样，就很爽，很想怂恿别人去弄。Oh my god！ 这个一辈子都不可能体验。Oh my god！ 这太危险了，这太危险了。天哪，这怎么想的？这不可以的，不能这样。你没有任何的科学根据，然后完全仅凭爱好和兴趣，然后做出来这个头发还要给你收钱，这点我无法接受。我给你们看一个视频好吗？哦，真的假的？你们给他看，你给他看一下，哎，行，看他的反应啊。那个视频里面是这样的，那个小哥在做火焰理发，然后那理发师给他喷完火了以后呢，可能火太大了，然后憋不住了，就直接拍也拍不住，就狂打。第一次看到那视频的时候，我看十几遍。你们有人要试，要不要试一下？来，谁来？这个也是火焰理发。OK 哥，你是吗？是啊。勇士，哦，帅，哦，帅，哇，酷！哎，女孩子不可以吗？来三，女孩子不可以？可以啊，女孩子也可以。他会把我剪成这么短？要剪成这个样子可以吗？这么短。来了，来了，来了，来了。Namaste。你在求你现在是不是在那个什么？有紧张，最关键的是。其实我还是有点怕影响形象，怕烧的这个高低不平嘛，突突凹凹的。来这个了哦，来发胶了。哇哦！我觉得他的头发不对了。惊讶吗？你状态，你现在心情没有感觉，我觉得挺顺的吗？暖暖的，暖暖的。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头发扎上，飞溅到脖子上，有点热。来，他在喷那个燃料的时候，就像一个酒精一样，他用那个喷壶在喷嘛。我担心他喷到我眉毛啊，或者喷到那个脖子上，就还是有点担心。看，惊讶一号，惊讶，这个已经惶恐。还有再点火吗？还有分吗？再点了吧。别了吧，就别点了，再点没了，一共就这么几个。OK 哥，你这太勇敢了。掌声！万里迢迢为了火焰理发。觉得真没太多变化，总体因为就剪短了1厘米，不是说一烧是一半没了，这还不是那么严重，它很精确的。还有谁来上？李丽在干啥？李丽在干啥的？A little bit， 可以，一点点。A little bit， 来，我帮你拍照。喂，我真的要试吗？真有感，嘎姐。嘎姐拼了。OK 哥 ，Give me high five。Yeah yeah yeah。我看那个 OK 哥去试了以后，我觉得，女孩子也应该要试一下。我就可能就迷之自信，觉得老娘最美。嘎姐是一个非常好被怂恿的人。就我觉得一怂恿他，他就会想，我真是敬他是条汉子。I don't want to be bored, you know. 嘎姐真棒啊！哇，这玩意儿要烧起来，感觉就整个稻草人要做饭了，我去。直接腰了，直接手都没有前面。哎呦我的天！我现在心里有点紧张，跳的有点。是谁导演这场戏？在这个的故事里，要落泪了，要落泪，我的头发，噔噔噔噔噔，就感觉自己失恋了一样。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手只是我穿的保护。大哥烧的有点过分了，我靠。对，这哥哥烧嗨了，我他在给你烧层次，要层次 ，OK。特别短啊，哥们，别整一背头，要不然就跟刚才那个人往上。哦，来了。你要挤手术。来了，手有点抖啊，这个。大姐。哇塞！我
他烧成那样，他赶紧用手去捂住那块，他赶紧把他捂住，就给嘎姐弄他后脑勺那一下，我们都看见了，就是把他整个一片后脑勺那个头发烧了，烧完以后我们整个都傻眼，因为全焦掉了，他就不想让我们看见，就捂住，就像没事一样，让你把他拍掉，我们都看到，就那真很刺激啊。So this is what it is。我感觉我可以去演惊奇队长，去演一个。试完之后有后悔吗？没有后悔啊，头发会长出来的呀。OK 哥，你能给我看一下你的头发吗？400卢比，两个人。看一下你的头发 ，OK 哥。这玩意儿不付钱，要我肯定跟他要钱。哇，你看那个火焰理发，我就跟看表演一样，就很爽。就是不可思议，我觉得感受还蛮新鲜的。